是不是跟我们以前看那个水族箱是一样的？对，很久以前他们还是水族箱时代的。龙王雕啊，有，你去外面好像没有整理，好像都一样。然后这我们，哎，小胡等我一下，这个我爸爸妈妈十几年前就来过了。嗯，他是把它布置的好像比较好看而已。哦，这叫红红虾。哦，这叫快速带过。哦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看起来凹凸凸的。哦。还是在躲在沙子里呀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在哪了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还有嘞？这国王的新衣啊，你回去拍拍一拍，回去就有了。之前有龙港值班，对啊，那时候对对对对。然后我想的是，对，那是龙港值班的，因为我们要的是龙港值班的。哎，这是怎么只有白色的？嗯，女孩子。哎，它一面而已哦，它只有一面是白的，另外一面比较那个斑纹少一块。这是龙虾，他没说什么。讲这些啊？单纯就是龙虾而已。这个很棒，你今天吃了吗？这个很棒。国王标还是慢。有关系，这是第二种。在我面前谈论有没有肉，实在很伤感情呐。我也不想被吃啊。那、啊、你看那个墙壁上那什么？妈妈墙壁这是什么？你妈妈有眼睛啊！啊？那什么东西啊？鱼蛋有眼睛。蛋。这是蛋啊，有眼睛了没有？有没有还在动啊？妈咪，你有看到吗？龙胆石斑大哥。生病的话，我们当然是用科技来研究它。我们怎么让自己的身体呢？让我们人类的病菌可以远离我们的各种病菌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里生病的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去哪里找。我们一直在医他，这个他情况已经三年多了我们一直在说找出病因，找出病因呢，以便于将来的那个各种疾病的各项疾病。对。啊，那你一斤偌济？嘿。这样配音会被打吧？我知道会被打。啊，你还这样配音？啊，我成功！你们以前好几十只呢，现在只剩你而已。它可以一季的分成，所以说目前呢，我们的石斑鱼的价格就是比较清楚一点，不会那么高，一个是3000块。哎呦，妈妈这只是什么？哎呦，腰修对了，哇！馒头海星条，那里像馒头，好，长得像馒头。这是有毒的，这有毒的。哎呦，你有毒啊！你以为有毒我就不敢吃你了吗？哈，你还看起来像女生呢，是怎样？家里电话几号？可不可以追啊？有毒呀！不理你了，拜拜。哇，这只好奇怪！有这只好奇怪，好像那个鳄鱼哈。我知道是那种鳄鱼哈。他们都在说每一只到底有没有肉。
这是很实在的问题啊。像这个海膜刺可能就太多了，以前要杀你们的时候先拿去冷冻库冰，然后你们就会稍微特别冷冻，你们就没有活力，就可以从头砍下来，然后去那时候去煮汤给夫人喝。对，就是你还在瞪我怎样。试过你们是怎样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你认错人了，是龙王雕。哎，好像很贵。哎，我太灵验了吧。哇，好酷嘞！大只哦，有带小虎来过啊？我们两个来过两次。对啊，印象有一次小虎他们是也有来过啊。他都免费。对，免费是没看过呀。这个就我们两个可以，然后。哇！你踩到我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顺便的订阅，我们就是六点多是选票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那我们今天来吃龙胆石斑。我们没有要吃龙胆石斑，没有。那什么？吃龙王雕生鱼片。他要记得订阅我。这是活的还是死的哈？活的吧。这这么一大片呢？你手去过去比一下。哦。
到第三站啊，在鱼类第三站，我是不讲它多久。那像我们人类大概三站就要六七十年啊。来看一下，来各位看一下它的，看一下它的嘴巴，嘴巴是跟我们的吃的都有关系的。它是通过从它嘴巴里面就是呈，它有的是呈爪那样，就是呈表面，有的呢是吸。里面的缝缝，就是说，哎，看到没？像我们出门都会穿这个便便裤，那呢，鱼类也会有这种情况哦。他看到你这边吗？已经开始叫你又还要买票进来？现在我们在两三条，条有一条黑的。到脚一到身都是由我们在它的环境之下，它可以一季的生成。所以说目前呢，我们的石斑鱼的价格就是比较平稳一点，不会那么高，一个是3000块。那现在是这样的。那鱼类呢，有一些鱼类呢，在鱼在深海里面或在海里的鱼类的变性的鱼类自然变性，那它们自然的现象，不像是我们要靠人工来变性。那鱼类像石斑鱼它就会变性，可能是因为肉质的关系，是让我们好吃的或者什么情况，我们不知道。因为他没有告诉我说什么，我并不在研究的。他会由雌的变为雄性的，在三年生，在出生的时候，它是有的是雌性的，在三年生它自然变性为雄性。在鱼类变性是不是很那个？像鲷鱼它有些也会变性，在小丑鱼会变性，但这个都是我们在一般的菜市场都可以看到，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养殖王国的骄傲哈。那像这个鱼啊哈，都比我大哈。我就这么大，60公斤，60公斤。它从我们从这么小哈，在公分的鱼哈，养到60公斤，比我还大哈。我现在没有60公斤。对，我们上面的小鱼哦，非常可怜，每天都在三斤色化过。我因为是要给它当饲料，可是我们喂饲料，它就不会去吃它哈，它吃饱饱就不会吃。所以说，小朋友来这边看鱼很大很好嘞。我们看，我们经常吃鱼啊，来看一下它鱼呀、啊，它的鼻孔。我们来请问一下，爸爸或妈妈，谁知道鱼的鼻孔有几对？两个、啊。有几个鼻孔？来，好、哦，我们下次两个来两对，两对对，那有四个鼻孔。那下次我们吃鱼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叫小朋友说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鱼哦，你多鼻有几对的鼻孔？还有两对鼻孔，一个比较隐性，一个比较大一点，看得比较清楚。那我们往这边来。Bye.